烦恼斗鸡第二集，搜索秋水同心救人，无奈对决。为了结婚，咱拢不能输，那就三招一起。赢家要连同输结婚，为结婚努力。嗯，这是害初之剑，让我建设你的金殿，用一支枪，太初之剑挥你。好，就说剑中东行胜剑，小天会四剑。好，江银锋芒初现，金殿不死剑斩。相剑高，一柔发无形魂，一招剑妙纷纷，快意秋风，何人一剑？相剑第二招，何人一剑？你只心思单纯，在我力争功之前，我只团你一招，剑术是之，那风魂在这，以显风之气，胜何人一剑？用几部分专用一形，凡机会一剑化千，纯属剑气，将我出剑是为胜满。五，剑威飞跳，有意思。好，即兴创意。但就说兵器量威势不出，哈，呼叫最后一招。就一次，一回的何人一剑，兵马剑气一万里，何人一剑？秋水剑气随时不还，难占上风。但在此时，这算就是其难行攻略。不对，好。向前攻击，出击！你太能降落，是我欠缺认识。这场是我输了，咱明明不分胜负，是你无胜任之位。结婚的安慰就拜托你了。等你练好这招，咱再比一次，一言为定。第二场赛事，核心叫白马秋水。为了你结婚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太初、太初、太师齐齐拢到，新天气之子，天意属谁呢？混沌武剑在关武斗棋接连在，混沌武剑承接天命中枢。以这场关武斗棋有关吗？